秋冬季节到了，随着天气渐渐转冷，不少人会因为体寒而难以入睡，开空调暖气则会令室内过于干燥。热能行业龙头企业韩国 Navian 公司在北美推广新品水暖床垫，以尖端科技帮助更多人在冬季拥有舒适的睡眠。这个看上去轻巧的小机器有着强大的加热功能，只需加满纯净水，插上电源，打开启动按钮，调节到理想温度，几分钟内温暖的水流就会通过这条3尺多长的通道输入床垫。整张床垫则布满了以 FDA 严格审核无化学毒素纯天然硅胶压制成的细密输水道，暖流循环往复，提供维持冬季健康睡眠所需要的热量。 When you are fall asleep at night, the comfort mate is your friend.Navian 水暖床垫的智能温控会在入睡后人体散热期稍稍降低温度，避免发生过热脱水的情况，做到舒适入睡，清爽醒来。产品还设计了遥控双人床垫，左右分开控温，漏水警示，自动断电安全措施，儿童安全锁，自动检测，自动清洗系统等功能，令使用和操作更加方便安全。And we are number one tankless water heater company in North America. We give you 2 years warranty, and we will be here to give you all the best quality of customer service. Navian 水暖床垫也十分注重省电环保。经测试，每天使用8小时，每月电费仅需10到15元。中文商讯曹学律报道。